肯定刚扛挺轻松啊。对啊，第一季也有扛，然后他这一季又瘦，就更轻松。被霸总扛着是什么感觉啊？天天扛，还用说什么感觉吗？是想体验自己去找个霸总体验一下，问我干什么？好凡尔赛。没有，他也凡尔赛，他说自己我比较精致，要是再练练肩啊，他才会去。